大家好，我是胡彪胖子，我们又来了啊！啊，对，又是一个开箱的视频，看看这朋友看到都是什么东西啊？你撕开来吧，我来一个看了啊。五度，幸运木马，缘分。七级，彼得猿，台湾银元，灭地，雪峰宝银，这几个是算钱的，那一行是200块钱吧。嗯，这是一个粉丝寄过来都有保护的地方，都是小垃圾，这个还可以看看，哔哩哔哩的一个这个，看我都，这一个天鹅太平，天国太平被圣。行，今天这个先给人家寄过去吧。对对，都是垃圾啊！你看，我不知道他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小玩意儿，什么纪念的？这是在这上面的吗？行，拜拜。